啊，咱婚姻关系是一个农业大关吼，咱真侪农水路吼，啊，已经啊，为民国58年开始的这个重划区吼，整个农路拢已经破损不堪了吼，包括整个排水沟吼，拢已经嘛崩地啊啦吼，今仔日连续吼要看啊三条了吼，啊，不只是咱农水路甲排水沟了吼，做废了吼，啊，大概将近咧超啊700万左右了吼，所以阮今仔会勘了吼，啊，马上请咱的地政署来进行发包，啊，进行施作了吼。爱当予咱的啊，整个的这农路啦吼，啊，即马做是优先高，所以咱农路有可能吼，都发都较顺利拓宽吼，到4.5米吼，到5.5米吼，安尼予咱整个农产品的运输甲农民的出入，会当搁较安全，搁较便利。